大家好，我是郭军。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拿的这款来自于 OPPO 最新发布的旗舰机手机 OPPO Find X2 Pro。那这款手机呢，看上去就非常的高端，有没有？那它前面搭载呢是一个 3K 的屏幕，同时来到非常可怕的一百二十赫兹的刷新率。那同时呢，啊、呃，它可以显示十亿个颜色，十亿个颜色。那它的后面呢，使用的是一块手感非常非常好的素皮。 对呀、啊，手感非常，连感也非常非常好。那这样的手机拿在手里就不容易划掉。你知道我有划掉这个问题吗？就是另外一个频道。 可以关注一下啊、哦，那它的边上呢，使用的是呃前后双曲面的这个设计，所以拿在手里你会觉得，虽然它手机挺大的，但拿在手里你都不会觉得累赘，所以摸在手里手感非常的好。那作为旗舰级手机了，不用说它的 CPU，当然搭搭载最高端的 CPU，同时呢，呃支持 5G，然后快充也是必不可少的，好吧？但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没有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特点重要。我相信，我相信这也是你。 进来这个视频的主要原因，对不对？那就是它的 DxO Mark 呢是第一名。那作为一个只有只有作为一个三个摄像头的这个手机呢，它的 DxO Mark 就可以来到第一名了，就说明了这三个摄像头都是非常的了不得，好不好？我们先从主摄说起，它的主摄呢使用的是四千八百万像素的索尼定制的 IMX689 这么一个传感器了。那这个传感器呢，尺寸来到了一点四三分之一英寸。 你知道我个人都是对不对？大就是好，一点四三分之一英寸的传感器呢，显然要比其他的传统的手机的传感器呢要大出一截，所以呢，白天会有更多的细节，它在晚上呢，呃，也会有更好的弱光下面的表现，不管是夜景啊，还是室内啊，还是一些光线比较弱的地方都能看出，看到它的这个弱光下面的表现呢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同时呢，它的单个像素也来到了一点一二缪，就是单个像素呢和跟传感器的尺寸呢都是在手机摄像头四千八百万像素的手机。 摄像头里面呢，呃，是表现最好的，是最大的，大才是好，好不好？说完了它的主摄像头，我们说一下它的超广角摄像头。它的超广角摄像头也是使用了四千八百万像素的摄像头。那这个摄像头呢，在去年的时候是很多旗舰手机上面的当做主摄像头来使用的，但是呢，在今年。 OPPO Find X2 Pro 上面呢，啊、呃，作为辅摄摄像头使用。由此可见，这个做工用料是非常非常之足的。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讲一下它的长焦端，它的长焦端使用的是一千两百万像素的第二代十倍混合光学变焦的这么一个摄像头了。那使用长焦摄像头呢，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拍摄更远的物体，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产生更多的空间压缩感。如果使用长焦搭配上手机的主摄像头以及超广角摄像头呢，能让你手机拍摄的照片有更多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下这个 OPPO Find X2 Pro 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摄影，你是你是对摄影有兴趣的人呢，应该会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就是它可以拍摄 RAW 格式，它可以拍摄的是 12bit RAW 格式。那在后期的时候，如果你导到电脑里啊、呃、进行调整呢，啊、呃、这样的 RAW 文件呢，会让你的后期有更多的这个处理的后期空间。那同时呢，它拍摄跟储存的都是十亿色的这么一个文件了，所以。 在你的这个十一色的这个屏幕上呢，呃，会有非常棒的效果，好不好？总体来说，就是它的拍照性能，我觉得相当相当的强悍了。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使用更大的传感器在这个主摄上面呢，呃，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你有更好的弱光表现。同时呢，如果你想要制造一些浅景深的效果，你知道我个人对不对？非常痴迷于浅景深的效果。一点四三分之一英寸的传感器呢，显然能比普通的手机能获得更浅的景深。那如果这是你追求的东西的话呢，呃，这一台手机可以了。 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它的视频方面的功能。它的视频可以拍摄四 K 的五十六十帧的这个视频了啊、呃，而且呢支持 HDR，而且呢还有双原生 ISO。那我个人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防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它的防抖呢，呃分超级防抖跟超级防抖 Pro。那我个人觉得超级防抖的表现已经非常非常之好了，就是你正常拿在手里进行轻微的一些走动啊，稍微小心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画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稳了。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 是想要拿手机做 vlog 的话，或者你想要出去旅游的话，拍一些随便拍一些东西的话，这样的防抖完全可以让你放弃任何的稳定器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它的 HDR 的这个功能了。你知道，就是现在使用手机通过算法以后，其实手机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能获得比相机直出呃更明显的宽容度的这个范围，就是高光它能压的稍微暗一点，暗部的细节呢也能表现的更加明显。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宽容度能更宽一点，更广一点。通过手机的这样子 HDR 的这个功能呢，你可以在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后期就获得良好的宽容度，我觉得这一点手机拍视频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双原生 ISO 是什么意思呢？双原生 ISO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光线良好、光线充足的时候呢，呃，使用一个低 ISO，然后在光线比较弱的情况下呢，使用另外一个原生 ISO，这样呢能让你的画面更加的纯净。 也就是说呢，在弱光的情况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让你的噪点呢、啊、更加的少。那总体来说呢，我觉得 OPPO Find X2 Pro 呢，不光在性能上，不光在这个做工上，不光在这个设计上都非常的优秀。同时呢，它在手机摄像头的这个表现上呢，也是让我觉得超级超级震撼的，就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DxO Mark 会给它第一名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对摄影有兴趣的话，如果你想要一个手机啊、呃，不光是手机，同时呢也能拍摄一些东西，照片也好，视频也好，我觉得 OPPO Find X2 Pro 呢，你可以了解一下。那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转发、评论、点赞，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我的微博，微博名字叫悉尼孤军，然后 follow i n s p a r a m 那我们下次下次再见了，拜拜。